您好，怎么称呼您？我叫安敏杰，我来自北京，今年36岁，我的孩子刚刚1岁，是个女孩。您，我们这是一个让妈妈绽放光芒的舞台，好像您感觉就从家里刚刚打完毛衣，或者是给孩子喂完奶就来了哈。我今天还打扮了一下呢，我平时比这还乱呢。怎么想到妈妈咪呀舞台，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看了这节目，我觉得太好了，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太适合我了，就是，那你也不捯饬捯饬就来了，就这么大现场就来了呀？这一个每个妈妈都来到这个舞台争奇斗艳的，你就这么来了，太不尊重了。没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这已经是我现在比较好看的衣服了。那你平时穿什么？你给我描述一下，穿个 T 恤衫就完事儿了。我基本上天天下楼买菜都是穿个睡衣，我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1个月都没有洗脸。一个月不洗脸，一天穿个睡衣，那老公都不想碰你了吧？今天老公有来吗？没有，今天老公在家看孩子。你老公洗不洗脸啊？我都想问，你可以一个月不洗脸，你多长时间洗一次脚呢？没有，因为我看到安敏姐长得很漂亮的，是啊，你的眼睛多好看啊！但是我们真的很抱歉哈，今天是给你添麻烦了，非但让你要好不容易洗一次脸，还要化妆，然后还要穿得这么正式来到我们这个舞台，还要给我们唱一首歌，对吗？我们为了这一天，我洗了40年的脸，希望你能够对得起我每天这么努力的洗脸啊！我现在特期望她唱歌，那今天准备给我们唱什么呀？我今天准备唱一首 Maria。 唱歌之前我还有一个好奇，你今天刷牙了吗？哎呦奶奶哟，赶紧唱歌吧，开始你的表演。世界很精彩，别放手，别走开，梦想就在前方，时间不会停下，去勇敢承受失败，梦想就在前方。这个表演我就不用再说好坏，大家的气氛就已经可以让你感受到了哈。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以前